这个大家应该都认识吧，原名人民币，昵称钱，别名 RMB， 孝子，功能主治伤心治痛及各种疑难杂症。用法及用量，外用多少随便，不良反应少用头痛多用心痛。用户评论一直都在用，老品牌值得信赖，唯一缺点就是经常断货。不大不小一张纸，让人劳累一辈子。有人为了这张纸违背爱情的宗旨，有人为了这张纸六亲不认过日子。这张纸不大却让人害怕，这张纸不厚却让人难受，这张纸不重却让人头痛。当初说好同生死，最后却因这张纸；当初说好白头到老，最后却说没钱拉倒。封路免费视频群社区，右上角点击搜索，再点击公众号，输入封路，关注封路后进内部群。